Yo, hello，全民制作人，大家好，这里是 Jason 朱新杰，非常开心能来到第二个礼物解锁，然后，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叮当当当，就是这个爱奇艺电视果，然后是一个可以就是可以投放手机想看的东西到电视上的一个功能吧，应该是这样，对，是爱奇艺出品的，爱奇艺的电视果。现在暂时可能在节目里面用不到，但是出去我会好好使用的。那还送了一只狗狗啊，挺可爱的，我觉得就是摸起来特别舒服。在这里呢，想谢谢全民制作人一直给我打 call，然后帮我投了很多的票，然后让我获得了就是这个礼物，也一直在帮我送礼物，就是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然后继续。就是能感受到你们对我的心意，特别开心。然后谢谢你们，就是日以夜继的对我的关心和付出吧。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的，然后也会在接下来的舞台里面，然后珍惜接下来不多的机会，然后给你们好好尽力的表演，好吧？谢谢你们啊。